昨日 LOCIFILM 发布了迷你三辑 Easy， 其同名主打曲 Easy MV 也一同释出，通过全新尝试的音乐得以证明他们的成长，淡淡的曲风搭配梦幻的视觉效果值得循环播放。其主打曲 Easy Melon 实时空降第三， Melon Top 100空降第11位， MV 在全球区油管趋势排名第一，美国区油管趋势排名第一，展现了强势的回归气势。不过对此风格的主打有不少网友表示了失望，认为旋律有些无聊，也许会慢慢的上头吧。舞蹈很流畅，人也很美，只是歌曲过于平淡了。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互相讨论。另外在新专辑录制的背后，恭喜小亮还讲述了代表方时赫对自己的改变。小樱花表示，方时赫 PD 说这次专辑的 vocal 要做得更好，需要很长时间，提前说对不起。当时是录音快结束的时候，听到这句话后产生了欲望，因此坚定了更要做的非常认真的心态，还上了说唱课，边努力边录音，展现了自己多么渴望通过 Easy 展现新的一面的决心。也希望此次的回归能展现出 LOCIFILM 更多的魅力。爱豆韩舍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